大家好，我叫 Tim Grant， 我今天很真他妈的生气，因为我学中文三个年，我学中文，但是我的中文还真他妈的不好，我不会跟中国人聊天，他们跟我说话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他们的意思，我今天学那个语法，那个中文的语法，但是我不会给你们一个例子，我不会怎么用那个傻逼的语法，我为什么我学三个年，我每一个天学中文，我看中国的电影、中国的节目，我跟我的朋友在微信、在 QQ 上聊天用中文，我跟我的朋友们在美国上，我的中国的朋友们在美国是怎么表达？他们是中国人，但是他们出来美国，我跟他们聊天用中文。我学语法，我看中文的视频怎么用，什么没关系，什么用这个语法，我现在一个 learn Chinese， 这个视频教你们一个故事，我看所有的视频，我用所有的办法，但是我的语法真他妈的不好，我的口音真他妈的不好，我真的生气，因为我觉得我浪费我的时间，我三个年，但是我的中文，非常非常错，非常错。我觉得我应该不学中文。我是15岁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应该说，不是我不学中文。我学数学，我学物理，我学科学，没关系。但是我为什么学中文？我不会说中文。我觉得我永远都不会说。我明天不会，我明年不会，我去年不会，永远都不会说英文，说中文不是英文。好的，再见。我叫 Tim Grant。No, whatever. Don't really give a fuck. Anyways, bye.